生物电流失衡就会导致人体各组织和器官功能的紊乱，甚至导致疾病和慢性病的发生。如今有业者将新兴材料石墨烯剥离到微米级大小，融入纱线制成衣料，以 HSG 超导布石墨烯特性带动生物电流，促进细胞重组，加速血流素血氧含量，维持健康状态。因为人体有70%是水分，那远红外线跟身体产生共振之后，那让身体的这个整个温度提升，那远红外线导到身体的深层，甚至都可以到骨头层、血管层，然后来疗愈这个身体不舒服的地方。HSG 极速一腹部、背部共有365个能量点，结合石墨烯超导特性，透过能量点循环蓄热，10秒钟就可以迅速升温，10分钟就可以减缓疼痛感。年纪大、产后有腰痛问题的人，长时间站立也不怕，穿了一天可以舒缓腰部的不适感，穿3天就能感觉到酸痛感有明显的下降。我们用护腰的一个设计，这边有腰部的一个支撑，那背部可以矫正这个脊椎侧弯这边，对。那如果是腰部酸痛，从正面到背面都是目前一个护腰的设计，然后我们把它衍生做成一个像衣服状的一个新型的护具。结合医疗护具以及塑身媒体，采用超导科技材料石墨烯，加上独特的 6D 立体织法加压拉提，从骨感的 XS 女孩到 3XL 棉花糖女孩，就连啤酒肚男性也能轻松穿上。只能说新兴科技材料正不断突破制衣的极限，让冬天不再是人们长肉的季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